歌呢要献给老诺，因为这首歌叫做 Solitude， 然后是我就是开始写歌之后的第一首歌，然后当时呢丝袜小姐会有这个团全拜老诺所赐，就像老诺搬来东海都是我们海的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发行了一张合集，然后老诺就问我们说要不要参与这张合集，然后那个时候那首歌还没有歌词，就是乱唱这样，所以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他就一直逼迫我跟嘟嘟，跟嘟嘟嗨我是小龟嗨，然后他就逼迫我们想一个团名，所以才有丝袜小姐这个团，所以全部都是拜他所赐。那这首歌就要特别献给他，然后介绍一下吉他手小白，鼓手亮，松一点。
然后那时候喜欢吗？他的表情是说还可以。